往难忘的事情就是错过了正常的一个复习时间，要半夜跑去人解室去复习解剖的事情。就是上解剖课的时候，因为刚开始是接触的时候，像那些解剖那个标本啊，就不敢去触碰。放学去吃饭了，我们很多同学也把那个饭盒蹲到那个课室里面去，一边吃一边看。就像我们解剖完蛔虫，然后大家都去吃饭的时候是点一个炒拉面，跟蛔虫长得一模一样。最崩溃就是十二个联考的时候，我们去考试的时候是每一个显微镜每一个显微镜的看着看着，这是什么虫，然后就写上它的名字，不能写中文，写中文零分。每个寄生虫的拉丁文可能最长的二十几个字母，而且我们都是全英文考试，考试忙考试多，感觉每次期末考都像高考一样，一大堆书要去复习啊，要去看。最崩溃的就是即便这么复习了还是不及格，就很崩溃啊。啊，这个没有，很乐意去做这个事情。学医再来一遍我还是会学的，因为我还是很喜欢医学。每次考试之前复习都后悔，然后考完以后发现这一科没有考好，但是下一科又来的时候更后悔。来啊来啊，放马过来啊，因为我学医的心，我当一个医生的心就在这儿了。哎，你说我坚定也好，你说我死心眼也好，反正我就是要决定当一个医生。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神仙一样，简单来说就是三大，一个大心脏、大的胃还有大的膀胱。大心脏就是不怕，我镇定，大的胃就是能忍得了饥饿，但是在饥饿之后能快速补充营养，大的膀胱在台上站几个小时都要忍得了尿急。因为我的家人有偏头痛，最起码就是说我提出的建议或者是我给出的一些意见我的家人能够更加幸福，更加清楚地知道我该从哪一个角度，从什么途径去找到一些方法去帮我家人。有病人痛了一个多月，他来找我打麻药帮他做了处理，然后不痛之后他感动得流泪，然后你从中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如果你想报考学医的话，能耐点寂寞，精彩的大学生活是人家的，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么苦逼。真正直面你自己的内心，你享受整个治病救人之后的成功的自豪感，你就去报考医学。首先你要很热爱它，所以你才会懂得去坚持。填志愿的时候要慎重，一定要最好按自己的兴趣来做，你有兴趣才为这个方面为用心去做，这样才会做得更好。读医是很苦啊，真的是医学狗吧，估计是会为了一个活体人给你做实验你才会去谈恋爱吧。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要给各位想要成为我师弟师妹或者即将成为我师弟师妹各位学子一个忠告：想要当医生就不要犹豫，不想要当医生更不要犹豫。